农历三月十五日是财神生日，民间俗称是求财日。台中这间财神庙发放财神令牌，限量是1688个，一大早庙门口就排满人。有民众前一天晚上10点特别从台北来，附近民众则是好几天前就已经用椅子来占位，有人是天还没亮4、5点就来排队。看这人潮已经绕了庙一圈，还没完，继续绵延到下个路口，在下一个路口一望无际，全都是冲着财神令牌来。4点多出门，让今年都能顺顺利利啊！对啊，财源滚滚这样。要排头几个，天还没亮就得出门。附近民众则是占地利优势，前几天就拿了椅子先来占位。像这样写上自己的名字在这里，然后早上来大家都认自己的椅子。还有人前一天晚上从台北出发，他们说家里已经有数不清的令牌。奇妙，应该数不清吧？对。农历三月十五是财神生日，民间俗称求财日，也是一年当中求财补库最好的日子。台中这间财神庙发放财神令牌，使用纯青铜打造，并且加持令牌一共4种，限量1688个。令牌总共是1688份，这是免费跟人家结缘的。庙方也说，拜财神可以携带财神爷喜欢吃的东西，像是糖果、糕饼、水果等等。除了补财库，也可以捐款补福德，祈求未来的财运更加顺利。记者陈妍宜、吴翔三，台中报道。